有感觉吧？是变小张了，X 变小，Y 也变小了，所以呢，点点点就越来越密了。啊，到底要怎样？就看你自己想要怎么样，你就可以怎么样。怎么了？移动位置，屁股痒了，然后还动来动去了。刚刚也是你们那一组，我一般的话在拍，我还在那边骂人，不会你们班我也要骂吧？你的网路线拔来拔去，我都没有说了。为什么我知道你的网路线拔来拔去呢？因为你的荧幕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那个就是网路线拔来拔去。网路线拔掉了，它就不会跟我的画面一样，过分。为什么好好讲听不懂呢？原来他是小朋友长不大，那真的很小，哪里小呢？来，所以呢，这里就刚才的哈、哦、dash z 去改它的投影的方式。那现在 x 是线性，好、哦、线性。然后呢，这个25公分跟7公分，那因为我的 x 轴是时间，所以这个 t 大写的 t 一定要加。然后就2012年的12月几号到某一天嘛，那这个我也可以改嘛，我把它改成我怕改了原本的东西，所以我先 copy 一下，避免等一下自己改太多，改到自己都回不去了。来，譬如说，我把它改成2015年。